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花开半夏的郑兴元。没有想到自己会站上这里，因为之前其实都是以伴舞的身份站在舞台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不应该停留在自己最舒服的区域，我觉得应该要跨出这里，去让挑战自己，学一些没学过的东西。就是我们一起的努力，才有这个，就是被大家认可的舞台。郑兴元，你一定可以给奶奶盖一个大房子，你一定会让奶奶住上全村最好看的房子。至少你那个状态不能丢，你不争馒头也得给自己争口气吧。再试一下吧，五六七八。我真的希望能够质问起来。不管结果是什么，这都不是我们的结局。希望我们能够，就是初心不变，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目标。